这一代 CRV 哦，比上一代车高部分低了2公分。那2公分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就是当你打开后箱，当你要搬东西的时候呢，因为比较低的关系，所以你在搬相对就比较好搬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因为它的车身降低，相对你的重心也比较低，那不管是你在行进间，尤其是在高速的时候，你的整个稳定性会更好。好，再来就是它的车宽比上一代宽了3公分，那3公分当然就是直接影响到你的整个车内的空间表现。如果你想当一个好爸爸，你也希望你老婆、你的小孩非常爱你的话，你一定要买这部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它的后座有这么多的功能。帅吧。开的这部 Honda CRV 真的是非常的休闲，非常的惬意哦。而且它具备多功能，不管是你开着这部 CRV 去参加朋友的生日 party， 或者是在都会区代步。甚至是假日带着老婆小孩一起出游。那也可以到一些轿车比较不方便到的这些乡间小径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方便。而且如果你对底盘动力比较在乎的话呢，基本上我觉得这部 CRV 2.4 也不会让你太失望。我觉得这部车真的是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。那最后我来分享一下这部 Honda CRV 的优缺点哦。那优点就是Honda 的底盘一直是本田的强项，前麦花臣后双 A 倍，开起来不管是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在山路上，其实都是蛮稳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隔音品质，我觉得也做得非常的棒。那动力部分呢，不算强劲，不过170匹的马力，应该算非常的够用哈。那如果说真的是要讲到它的缺点呢，说实在的，你真的挑不出来，那只能帮消费者讲一句话，就是说它的价格，如果说可以再低一些些，我觉得每个消费者都会更开心。